纯羊毛织物分为精纺和粗纺，精纺是由细羊毛制成，比如澳大利亚美利奴羊毛，其织物表面平整光洁，织纹细密，手感柔软，其品种有华达尼、比尼、巩尼、凡利丁、派利斯等。粗纺由半细羊毛或粗羊毛制成，面料质地紧密厚实，表面有绒毛，主要品种有大衣尼、麦尔登、粗花尼、雪花尼、制服尼、长毛绒等。抖音。